2024年6月17号，我们他妈的，待会等着还熬着看足球呢。完了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意大利就别赢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意大利能打进四强啊就不错。完了，我再买衣服，因为这衣服挺贵的。完了，这次我刚看完英格兰的比赛，我觉得英格兰很，我期待特别期待英格兰，但是这次也挺让我失望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次我看好的可能就是德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法国。西班牙我都不敢说，德法吧，这是我看好的。完了之后，今天晚上有比利时还是明天啊？今天晚上有法国或者比利时，我忘了，但我还没看呢。现在是2024年6月17号的13点15分，瑞瑞看好谁啊？我觉得英格兰还是不错的。操，英格兰，这个小组赛呀，你不要看那个踢得太好的，踢得太好的一般走不了多远，是吧？英格兰还是不错的。四强肯定是还是很有把握的啊。法国呢？法国今天还没听到，但是要看一场。对，但是没我觉看得到。法国应该四强也是问题不大。说好但几这个种主力，这回法国都没到。但是我觉得法国的这个人才还很多的啊。然后我是觉得西班牙可能不太有太长远的项啊。西班牙啊，对。也比利时呢？比利时我觉得也不看好。我也不看好，我反正我这次我主要是还是。西班牙、英格兰让我失望，我自己希望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呢能进四强，我就说高兴。我觉得啊，意大利只要能进四强，就有戏冠军，你感觉呢？意大利比较能苟，就太苟了，苟到你妈上届的欧洲冠军啊！我操，后来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都没进，你说这他妈太他妈牛逼了！意大利的足球就是这样嘛，就是磕磕绊绊的，反正都是这样的。你像那个再上届的葡萄牙踢得更狗屎，小组赛对吧？人家最后拿冠军了啊！好了，今天说最关键的事儿了，开始了啊！今天瑞瑞到北京这，本来是要沈阳谈事儿是吧？完了之后回北京一趟见我，我们吃个饭聊会儿天，这两天就走，说办件事儿，跟我聊了一下，我说太牛逼了，办什么事儿呢？就是操，真的有一位傻逼啊，老在网上逼逼逼，瑞瑞逼急了，瑞瑞说：“那咱们就见面好好聊聊。”完了之后呢，瑞瑞这两天就去，对吧？对，要开直播啊！这个开直播叫《瑞瑞杂谈》啊，这个节目他要开直播，我肖东第一时间，我他妈赶快报道让大家看。嗯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无缘无故骂我之后呢，我问他为啥，他不说。我说那你不说那个，因为点啥呀，对吧？总归有点什么原因嘛。你要是对人，哪怕你说我他妈长得不好也算，我都懒得理你，你知道吧？或者长得不好看，有之前有很多人说我长得不行，然后骂我这个啊，日本有几个就一直骂我长得怎么样。那没事，咱们还得去你，对，我也得去。反正我是这样的啊，就东哥去不了的地方，我肯定去。完事之后呢，国内呢，有碰到这样的事呢，能去呢我就去一趟啊，因为我去一趟呢，还有一个呢，这家伙是这个那谁的啊。这个一个坏逼吧，坏逼的粉丝跟我说了，操你妈！对，然后呢，就是正好也去聊一聊。不是你们坏逼的粉丝，你们能跟我肖东见面说吗？装什么逼呀，一个个的！我肖东到处开见面会，4月份是广州，5月份是他妈的，5月份是我想是他妈哪儿来？是成都刚开完，我开哪儿见面会都他妈提前半个月通知，操他妈！我说了，喜欢我的来参加见面会，对我有意见的或者是不喜欢讨厌我，你们也可以过来，我肖东不会碰你们，咱们可以聊。完了之后，我他妈全世界直播，我看你丫的他妈说什么丢人的话，完了让大家看，最后评判到底谁对谁错。我都这么牛逼了，到现在没有人逼逼我，你妈了嘚儿的，我他妈的再说一遍，我肖东以后也是，开见面会我提前10天或半个月，我预报完了之后，讨厌我的、喜欢我都可以来。我下届见面会就在济南，在济南，在山东的济南，我从来没有在山东开见面会，我觉得山东很多他妈奴逼、奴才、二逼，但这回我在济南开见面会。讨厌我的来，千万别他妈的别不来，知道吗？东哥爱你们，不会打你们，跟你聊。但是这次瑞瑞牛逼，他妈的要去这个地方，完了之后呢，说是坏逼的粉丝，我他妈活到现在没见过哪个是坏逼的粉丝，妈了逼的，见面是见呀、啊，不见你妈了逼的，他妈就在背地里说瞎话，胡说八道，他妈还是说人家家庭，操你妈的！我说了，我都懒得在他妈的面上骂，提你的名字，坏逼。我他妈懒得提。他不是以前不是经常有那个半夜骚扰你那个吗？被我说哑口无言。嗯、我说拿证据，他没证据，就来说是坏逼说的。我说你坏逼说的，你把证据拿出来。完了他给我一证据，说这是坏逼说的。坏逼说他认为是这样的。我说坏逼有证据吗？坏逼的说还坏逼说他就是证据。我说你妈这不就是他妈的一个死循环吗？这是耍流氓吗？这回瑞瑞也是，瑞瑞我很佩服瑞瑞。这回瑞瑞是一个人去啊。
一个人去那地方，完了呢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今天跟瑞瑞说了，就是闻着聊，瑞瑞就开直播，跟他聊，让全世界人看，到底谁是他妈傻逼，谁是他妈欠抽的人，到底谁错了？没问题。如果捂着聊，我说了瑞瑞，他是不会打拳的，瑞瑞就是他妈的一种豪气，压那踢足球十分钟就得躺地下休息，当猪使的时候，他如果想跟人家玩捂着聊啊。我徐晓东第一时间到那地方，我找拳馆，以我的面子，全中国任何地方都给我面子开拳馆的人，我徐晓东说的，我找一拳馆，你们捂得了，我这么说可以吗？可以，哎，说清楚了，不是东哥给你捂得了啊，别以为我找东哥给你捂了，就咱俩捂得了也行。瑞不会打拳，啊、了解人都知道 啊, 啊，我们也不用不了骗人，嗯、就这位真的这回我挺牛逼的啊，就是我是这么闯，他也敢那么闯。不是，我觉得在中国嘛，大家就真实一点，也别装啊。就是说，能聊咱就聊，怎么聊都行啊。就是碰到这种事儿呢，说实话就过去聊聊啊。我就想见一见，到底因为啥啊？我也想看看这个坏逼的粉丝到底是长啥样，因为啥啊？我这因为真的没那么多时间，嗯，我天天上课挣钱，完了之后呢，每个月找出机会来去开见面会。我真的不想去特别一个老爷骂我的地方去那，我真没时间。但是这回瑞瑞真牛逼，有这时间呢就很较真儿，很较真儿呢。我也希望瑞瑞跟他文聊，因为你也不会打，对方也不会打，都害怕，咱就老实文聊挺好，就说理，就让全世界的人看。而且大家还那句话，瑞瑞，别说敏感话题，你懂的，咱们他妈鸡巴在一个傻逼的地方，别说敏感话题。但是除了敏感话题不说，做人的人性和做人的基本的逻辑道理，咱要跟他讲。完了，咱们开直播，你说了，我说的，可以啊。啊，大家听慢了吧？这件事儿呢，就应该在是不是这两天就准备完？差不多这几天吧。我这个也就是两三天的事儿。今天是17号，记住了啊。也就两三天。也就是说，这20号左右或之内，我们要办这事儿、嗯，他要办，不是我办。他这两天一直说我怂嘛，对、啊，我不敢去嘛、啊。我这两天懒得搭理他，我这两天太忙了，在北京办点事儿，我肯定去啊。然后呢，都不是会这个怎么说呢？像你这样啊。那么闲啊，没事干啊！我是这天忙的，我再忙我也抽出时间来看看你啊。这个我说到做到啊。这如果我觉得是你这么去的话，我觉得挺支持的啊。不管最后怎么样，我觉得你有这种胆量，完了之后呢，敢跟咱们去聊去说，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感觉对，就像我似的，跟坏逼似的，大部分人还是很支持我，谢谢大家，因为他妈站在真理一边。你不能胡逼说，胡说八道。但是东哥，我说实话，但是傻逼也确实多、啊。中国傻逼多，对，确实确实多。我忘了这茬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他有时候有些人，你跟他聊道理呢，反正也不见得能聊得通啊。没错，嗯，那这件事就这么着，瑞瑞。对，完了，我们这儿就是。说到做到啊，对，说到做到是瑞瑞一个人 去，跟我没关系。哦，你带别人去吗？还是就你一个人？我一个人去，而且我还负责任的讲，这位算老哥了吧，年龄挺大的，我在长青很多朋友。啊，我这你这么说不对了，对好像我不知道，好像你吓唬他。不是，我在湖州有很多朋友，我说的意思是，我不会叫任何人去，我也不会跟朋友去说，我就一个人去，偷摸去到，然后呢，我就亲自去，然后我呢就一个人，肯定就一个自己啊，然后呢也不会叫任何朋友啊，所以呢这个不存在什么这些东西啊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让大家用我们的这个赵立坚同志一句话，就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，就过去看是吧？拭目以待，对，看看。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我肖东我也是订单，我不去啊，大家不用害怕，我不去。嗯 ，MAD 现在有很多款，而且它不是烟，它没有他妈的雾，它没有他妈的焦油，没有尼古丁，非常好。大家想戒烟的或少抽烟的，买这也没毛病，没错吧？我肖东已经他妈太牛逼了，给大家推荐，大家尝尝，就这特牛逼。完了，挂耳咖啡，我刚给他瑞瑞给做完了，完了让瑞瑞尝尝我们这个挂耳咖啡。瑞瑞喝咖啡吗？每天最少一杯。最少一杯啊，挂耳咖啡，多兰西语 MAT 的挂耳咖啡，日常。反正我是这回去四川，我他妈的不能下午喝，因为下午喝晚上睡不着觉了。我操！我天天晚上有时候都喝，我直播晚上都自己弄杯咖啡。这袋儿呢，我送瑞瑞、嗯、啊，送给瑞瑞，让瑞瑞尝。这个咖啡还不错啊，这个口感啊，各方面都很不错啊。这一袋啊，15袋小袋、嗯，完了每一小袋平均才几块钱。嗯这一袋也是几十块钱，特别值。为什么我徐晓东为什么老推荐，就是在这种操蛋的时代，
我徐晓东不会黑任何大家，或者是播任何所谓的韭菜，我只推荐物美价廉的好东西让大家去品尝，挣的都是良心钱，这他妈就是我在这个操蛋时代我给大家做的保证，大家买就行了，像这雾化杆啊、咖啡啊，还有包括后面酒啊，还有什么茶叶什么的，好吧，大家可以进个广告，我们第二个视频节目有一个分歧跟大家一会儿沟通，大家看看是他对还是我对，好吧，比名万岁。今天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伴侣，东哥推荐的雾化杆加上东哥推荐的罐儿咖啡，相信我，治抑郁你会放松很多很多。东哥推荐的酒，几十块钱的价格，酱香纯粮，对标的是五六百块钱的白酒，我们就卖几十块钱，最真心实意的口粮酒。这东映啊，最牛的就是解瘾，它有雾化的调节，各种各样口味大家可以选。我这个茶叶就二三百块钱，对标的是上千块钱，大家信我可以购买。庞各庄首拆西瓜，我也推荐给大家，我的夏天就靠这西瓜吃了。